山河剑心幕后剧场，别名什么都有。燕宗主，方才李庆余道长向你问好，你过分了。有吗？我给你演示一下。拜见燕宗主，在下李庆余。头。在下李庆余。头。当着苏府一众宾客公然调侃，还不过分？那他当着苏府一众宾客说你与魔共舞，自甘堕落，过不过分？他并无恶意。哼。嗯，你去哪儿？去给苏府寿宴加菜。什么菜？泡椒李青鱼头。嗯。